小人咸菜贴卷子，发面的。虽然它叫小油咸菜，但是它不咸啊。每一个都吸满了汤汁。菜扣肉再加两盒牛肉酱啊，非常非常的合适。周星，你给我拿个样品呗，冰箱里把梅菜扣肉样品给我拿过来，我再给你们打开一盒啊，现场给你们拆开。咱俩都是食品级的，收到货上蒸锅一蒸就可以吃的。天气热不爱做饭的，或者家里面父母在农村的，你就给他买一单，我家上蒸锅一蒸就可以吃了。头两天买的只有这里面的这个盒，现在给你们包装升级了啊。再给你们现场拆开一盒，量可多了。最主要的是咱家这个梅菜扣肉里面这个梅菜一点都不咸，你要是梅菜扣肉这个梅菜太咸的话就不好吃了。而且咱家用的全部都是这种五花三层的五花肉，做的是虎皮状的，带着包装盒上蒸锅一蒸就行。因为咱家这个包装盒都是食品级的啊，看着没，可好了，我跟你说味儿可好了。
这些香菜这么一撒，59.9块六盒，然后再送两盒牛肉酱。亮敏给我拿几盒出来，开吃了。哎呀，这小肉啊，夏威夷果49.9是给你们发四包，每包250克，是特大果。又拍了一下，就烂乎吗？可烂乎了。而且咱家这个肉一点都不腻。牛肉酱也给我拿两盒来，我就特别喜欢吃。什么牛肉酱？那屋那个小架子。拌米饭吃就好吃，木耳也好吃，谢谢。哎，别说他这个梅菜扣肉酱肉也好吃，小梅菜。回家整点那个大米饭，小孩挑食不爱吃饭的，你吃这个老炸饭了。你孙子特别爱吃，谢谢那个静兰，谢谢静兰姐。你瞅瞅这个小肉有没有食欲？拍了一单，感谢你们买回家带着包装上蒸锅一蒸就可以了。咱家每盒都是300克，回家带着包装上蒸锅蒸个10-20分钟左右，然后自己整点米饭，可香了。现在一盒卖你20，六盒就得120，咱们家59.9给你们发六盒，然后再送两盒牛肉酱。黄桃希望好吃，好吃的那个黄桃，而且咱家黄桃都是精挑细选的大果。那宝宝，拍两单一单送你，妈呀，谢谢静兰姐。天热不爱做饭，你再一个梅菜扣肉，咱们自己在家没法做，不会做。咱们家这个肉做的全部都是这种虎皮状的，看到了吗？特别喜欢吃梅菜扣肉，买回家上蒸锅蒸，特别省事儿。像平时工作比较忙的，平时工作比较忙，然后下班以后懒得做饭，带着包装上蒸锅一蒸，家里面配个馒头或者你配个米饭都可以啊。梅菜扣肉好吃吗？你们可以点开评论看一眼，我给你们再介绍一下啊。咱们家梅菜扣肉未满原价的，我卖了好长时间了，每盒300克。回家上带着包装上蒸锅一蒸就行，咱家都是食品级的包装，线下买一盒得20块钱，咱们家今天来两盒40，3盒60，4盒80，今天下单80不要，69.9不要，直接59.9，四盒不够，今天所有拍价我再送你两盒，一共到手6盒，六盒梅菜扣肉再送两盒牛肉酱啊。冷藏发货嘛，必须是冷链发货，咱家这个收到货一定要冷冻储存，不冷冻它就坏了，收到货一定要冷冻储存，扣就冻得本本的，刚从冰箱拿出来，吃的时候提前解冻一下，上蒸锅一蒸就行。还有最后30单没有了，而且咱家这个里面大约能有7-8片肉，再一个咱家这个肉全部都是这种五花三层的，做的都是这种虎皮状的，你们能看到，能看到吗？都是这种虎皮的五花肉，虎皮肉它吃起来是不腻，啥样的牛肉酱就一小盒，送你两盒牛肉酱，你回家你是拌面吃，拌米饭吃都可以。牛肉酱，真的，这里面这个小梅菜用的都是嫩梅菜，吃起来一点都不腻。这个肉有点小，哎妈，这小肉，五花肉做的，它用的是五花肉啊。你要单纯就用那种瘦肉它就不好吃了，冷冻储存，买回家你要但凡吃的这个梅菜咸，直接扔垃圾桶里面，拍照直接联系客服，直接给你退钱啊，造呀。造下单什么时候发货？48小时之内给你们发货。
太好吃了，我特别爱吃里面这个梅菜，梅干菜，黑芝麻糊有吗？小红车里面有，拍了加急，好嘞。发几盒？发六盒，再送两个牛肉酱。对，猪肉，五花三层的五花肉。你做什么来？梅菜扣肉都是猪肉，它只能用猪肉去做，它没有别的肉。你要去饭店，你点这一盘都得卖你38、48一份。六盒一共多少克？一盒300克，一个人吃一盒肯定是够用的啊。一盒300克，你再线下一盒20，六盒就得120，咱家59.9元发六盒，还给你送两盒牛肉酱，多合适啊，是不是？我吃两个活猪的。哎呀妈妈，鸡头，明天吃鸡头。给擦一擦，我的天，整我一腿子，下单加急，好嘞，小柴，还有10单，那走吧，你帮我把这个给我弄一下，再给我盛一碗新的粥，我卖粥。啦啦啦啦啦，唠会儿嗑吧，铁子们，我的小可爱们。不卖鸡头吗？不卖鸡头，这鸡头我卖你们也不能买呀，那鸡头有的人他不爱吃，卖不了那东西。有些东西吃还行，卖都不行了，那肯定是不行。哎，我太喜欢喝这个汤了，这汤汁太好喝了。我珠子啊，你啥都爱吃，我也有不爱吃的，我不吃苦瓜。为什么每次播这么晚？黑芝麻，改个点得了，改成8:30播得了。我想等以后搬家以后我就改点了，我就不9:30播了。你怎么？毛蛋卖吗？卖。活，这是活珠子，不是毛蛋。好，够用。我今天放的少。你也爱吃鸡头，去网上买就行。拍了，感谢，我得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来支持我，买的不敢吃，你尝一尝，活珠子这个东西就是零次和无数次，那活珠子是越吃越上瘾，我以前刚开始我也不吃活珠子，我也吃不习惯，后来就是后来干吃播以后，哎，慢慢就爱上这个活珠子了，还毛毛。我就喜欢吃这个蛋白，我真不喜欢吃这个黄，我感觉这个黄太硬了，就不爱吃。活珠子给你们挂上啊，咱家活珠子正常卖你32.9元20个，然后活动29.9元，咱家28.8元给你们发20个活珠子，活珠子也挺好，对，活珠子它营养价值比较高，它比鸡蛋有营养，它是鸡蛋的3倍营养。而且咱家活珠子你看可干净了，这么快就好了，也不快呀，都快1个月了。20个28.8元。果珠子暂时没有。哎呀，嚼不过来了。我就喜欢喝里面这个汤，这个汤
老鲜了，特别的鲜。